深圳这家自助餐哦，居然敢现烤的龙虾任吃，看我盘不盘它就完了。夏日炎炎，有我超年，祝大家早中晚都饱。我是老胡，今天我在深圳哦，这边居然有一家那个自助餐哦，敢现烤大龙虾任吃哦，放肆！我的胃很大，老板你要忍一下哦，走吧。到了，龙虾任吃，嚣张啊！这边的话，价格是520一位，520。这个价格就这么有爱意，那我也不吝啬我的爱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有哪几款龙虾：芝士焗的、避风塘的，还有蒜蓉的，刺身的，就这四款，海胆也有。这什么？松叶蟹啊，这个肯定要来一只，啊，一只可能不够。你好，这四款口味的龙虾各来三份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哦，好。这个海胆，海胆拿10个。松叶蟹是一整只吗？我们今天的话，松叶蟹跟那个金枪鱼虾是暂时没有，是吧？大家也别怪我今天吃的太单一了，520一位，不吃龙虾，不吃刺身，那吃什么？这次来深圳，我就是冲着这家那个龙虾自助来的。这个整只的松叶蟹今天是没有，看来是我的运气不太好，也算是老板命好。这个蓝海之夜好像就是那个雪碧调的，哦，脚要热，难怪有点甜。用这个搅拌器搅一下。好。先上了三盘的这个蒜蓉口味的，刚熟的还冒着烟呢。嗯，看满满的，满满的多余的粉丝。哥，我说这个不是说你们，这个多余。味道刚刚挺好的，肉质 Q 弹的，口里面也有肉。嗯，还有汤汁，这样子这个龙虾它不会那么干。三盘这个芝士的上来了，好香啊，稍微会有点烫，所以我们先吃海胆。你看，夹而不散，说明它新鲜。很鲜甜啊，一股那个甘蔗味。黏糊糊的，口感很好。这种贵的自助餐啊，就盯着这些好料吃就好。没有吧？是当时老王他就备一个的去。每一只都挺大的，小青龙，它可能有时候小青龙，有时候是那个波士顿。
啊，这个肉汁好 Q 弹，不敢说它是鲜活现杀现做的，但肯定不是二战的，吃得出来。这条扯出来，太爽了！哇，味道真的太好了，比去那个海鲜知道自己煮好吃很多。哎，就这个现烤龙虾嫩吃，馋不馋？馋的扣个一。师傅有点跟不上我吃的速度了，要稍微等一会儿。不用怕，这边用餐时间是2.5小时。大家可以猜一下，今天我能吃多少盘的龙虾？这个日本熬，日本的不要，日本的不要，有别的地方的熬香吗？哦，那就那个牡丹虾吧，它一份有几只啊？按只，按只是吧？拿5只吧。加拿大的，不要北海道的。这个披风男就是裹了这个面包糠。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这个口味的味道会偏稍微重一点，这是面包糠吧，有点像炸的大条，日本的熬虾，呵呵，不敢吃。可以很确定啊，这个避风塘的就是大条味的。吃点这个开胃小菜啊，熬虾蛮大的，鲜甜的，糯糯的，好滑啊，在这里面滑来滑去的。就这个壳我直接扔冰上可以吗？冰箱吗？我说这个虾壳我直接扔到那个冰上面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大家现在要问我几分饱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跟刚进门一样吧。吃完这两盘的话就是11盘，我看别的桌都是一条一条点的。诶，这个吓坏我了，看到我没点那些东西。我唯一希望的是不要因为我把它吃涨价了吧，或者是吃到限量，那我就是醉的，有点烫。吃相比较难看啊，不喜勿喷。哇 ，Q 弹哦！又来了，这边这里好像是一只小青龙吧，这个是刺身。就像这一盘刺身，如果在日料店单卖的话，要多少钱？150，差不多要。我是没有吃过单点的，
是什么？不知道行情价，我也吃不起单点的。就当布丁吃。我全都剥好了。这个牡蛎虾吃真更好吃，比感觉比三文鱼好吃。刚才一次性龙虾点多了，然后他只上了一份嘛。现在的话，我要采用我之前点那个牛肉自助的方式，我这边再加一点的。在里面在熟食吗？啊？这里附近吗？熟食啊。我非常喜欢你炒的海胆，我这么高档的海胆蒸蛋吧，花椒爆生刺，拿一份。这边有榴莲吗？榴莲的话，就是榴莲清蒸的。嗯，就榴莲清蒸，或者是榴莲那个寿司。服务员终于开始，劝我点熟食了。这边是五份的龙虾刺身嘛，差不多就，两只吧。爆刺。这个龙虾刺身口感也很好的，没有什么没有腥味，也稍微吃点那个汤类啊，熟食哦，人家美女都推荐了，多少、给点面子吧。这一碗料挺足的，有花椒，海参，蒸海参，不是轮胎，大鲍鱼。跟那个胡椒墙一样，这一碗下去要少吃个三四盘的龙虾。海胆蒸蛋，就这是一点点海胆吧，其他都是蛋。也不一定来这边要一直吃别人的那个龙虾，差不多就好，差不多就好了。因为后面给我上菜的速度啊，变慢了很多，估计是意识到有人来踢馆了。榴莲鳗鱼寿司，榴莲不会很多，蒜香的，芝士橘的。后面的话就点点甜品吃下就好了，他这边也快到打烊时间了。大家觉得我今天吃回来没有？哇，够长了，好够长！这水果的分量真给力啊！西瓜的给四片。榴莲千层，好编。点名叫，我感觉这家非常棒。虽然说价格500多一位啊，但它菜品很丰富，东西也很好。上东西的话也是不含糊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觉得老胡胃口还可以的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